不要不要急着动，不要急。一二三，不是人。喊起来了吗？喊起来了吗？抽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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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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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带尺、五、六、啊、七、啊、八、啊、九、十。好，好了好了，什么在？好，阿美加油，阿美加油！一二三，不是人。没一二三，稻草人，好，一二三，不是人，这熬呀，一二三，不是人，这熬呀，别动，好，可以，别动，第一 round， 黄队三零九，黑队197，哇，差200哎，哦，这是第一 round， 差一百啊，差一百，差一百，差一百，第二 round。黄队305哦，更多了。对，黑队433哦哦哦哦，差不多。所以，哇！黄队614，黑队630。yes 你们看起来赢那么多哎。对，没有，刚刚有个20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刚刚20，我们水水。好，恭喜黄队，来，恒美加油。加油！来，何美，黄桥进去就出来，就选定就出来。好，不用担心太多，没事，我已经恭喜。2500，再次抽黄桥。2500，谁要出？加油！一二三，哎！来宾高度好，他们昨天睡到今天呢，运气还没走。还在我们对比赛开始讲完规则之后，我们都要知道到底什么是赢的比赛，赢的比赛是什么？像刚刚就是步数少，这个是关键，对，所以你要记住这个，并不是说我们比较慢到结束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其他的因素去影响，对，虽然说输了，但是是赢的，对，所以代表我们的魁还在，运还在，对，对对，好不好？静姐那个开运期限是2天，但是要冷静，对，但是开48小时的，开48小时是我们的那个气氛，有回来，对，因为上一次录完真的是。太闷了，沮丧哎！因为我一直接到郭靖经纪人的讯息，哦是哦，他说郭靖准备演唱会没那么认真，还去买监狱回去练那个手部的动作，因为他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失落，对，然后就是心情非常的沮丧，现在反而就不太用去照顾到普星什么，因为我发现他已经长大了，真的，经过一季的蜕变，真的，而且他还会主动去关心安慰靖姐姐，对啊，要开导他。比较开阔一点，可是刚刚又那个啊，我真的很关键的，我是关键人物，有啦有啦。刚刚又吃了开运米果，对，我对。接下来我们的感觉就会变成一个宗教团体。你以后会看到我们以后开始焚香，然后就接那个，然后开始对，而且然后开始点，结束还会还愿呢。